臭送水工，谁让你进来的？走楼梯去。奶奶，这电梯是公用的，谁规定送水工就不能坐了？大伯，您快进来吧。抓紧抓紧，我赶着回家拿东西跳广场舞呢。谢谢你，孩子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想按21楼的，但不小心按到了20楼，实在抱歉。哎，我说臭老头，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会不会按呢？瞎捣什么乱？下次自觉点，爬楼梯去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没事的，大伯，您别紧张，按错了再按一下，取消就可以了。还真可以取消。来，大伯，我再教你一遍，就这样轻轻点一下就可以了。点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也到21楼，大伯，咱们走吧。我像风一样自由。